其实我们今年应该说手艺人准备就是即将再推出一些新的作品，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很喜欢集合创作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或者是 FB， 然后之后如果有一些新的企划想要跟大家一起玩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加入，我们或许可以再创造下一首就是跟大家有共识共感的歌曲。对，希望所有人可以一直陪伴着大家，然后到很多很多的时刻。然后下面这首歌是我们去年推出的新歌，叫做离线时区，然后它是我们这个新的计划 RE 计划的算是第二首歌。就是如果能够，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就是跟小叮当一样，把打开一个任意门，我就可以去到某一个地方。在某些时候可能突然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很阿杂的事情，就想要赶快逃跑，但现实中虽然说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打开耳机，然后听这首歌，或许可以让你陪你到另外一个让你放松的地方。带来这首《离线时区》。 1, 2, 3, 4